OK。Hello，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跟我们按赞、留言、分享一下哈，帮我们把这个来分享出去。今天我们有 Y B 王思琪在节目的现场，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也是会觉得很好奇哈，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是阅读天下，为什么会有 Y B 出现？<laughs> 因为 Y B 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哈，先恭喜 Y B 来，再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本就是 Y B 的新书，对。 非常显眼的这个封面的颜色跟设计哈，它的书名其实有点长，但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欢迎大家先帮我们把这个 live 分享出去，然后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大家聊些什么。那更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留守在我们的 live，因为等下我们会送出呃三本 YB 的新书给大家，然后要谢谢大象出版社，OK，或者或者大家呃已经买了这本书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OK，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买了，如果有的话，哎，对，没错。<laughs>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或者是第一次听到这本书，没有关系，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哈，也可以去呃大江出版社的那个。 他们的网站哈，其实都有在售卖这本书，现在是热卖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不过在那之前，赶快大家可以来留言，然后呃帮我们 share 一下这个 live，然后跟我们的嘉宾就是 YB 打声招呼哈。我们线上两个平台的人数加起来有三十多人了，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推高这个在线人数哈。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呢，就会进入直播。YB，你要不要就是呼吁一下你的选民啊、粉丝啊？哈哈。 <laughs> 来来支持一下你！你 <laughs>、欸、在我的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那个有在看这个直播的朋友们，麻烦麻烦帮我们 share 一下，<laughs> 对对对，虽然我知道很多我的选民其实也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啊，<有>真的、啊，有,有有，就是有做相关的一些活动是吗？呃，他们有一些来来我的服务中心买，OK，嗯，然后有一些是我<解>送给他们的，了解了解，OK，好。 所以大家赶快先帮我们做分享、按赞还有留言的动作哈！我自己本身也是要 share 一下，<laughs> 我已经 share 了，我已经。<laughs> OK，这个封面是我自己做的，哎、欸，是啊,是啊，我自己设计的、啊，然后拿到大酱，大酱再帮我修改一些哦。哇，你连封面都包埋了。<laughs> <laughs> o k o n e a g a o n c o k 好，大家赶快就是帮我们做分享的动作哈，等一下子就告诉你说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得到这一本书，然后呃我自己本身呢还没有呃机会把整本书读完，但是我因为要做这个访问，我做了一点功课，所以大概就是非常快速的有翻阅了一下，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啊，非常有趣，真的就是会。 呃，改变了大家对于所谓的论文的一个刻板印象啊，我觉得，所以等一下也要好好的来跟 YB 聊一下，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一个主题。然后我也很想知道他的指导教授当时一听到的时候那个反应是什么。还好，其实真的啊,啊，因为我的指导老师呃，原本在我大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哦。然后我在大学写的论文也是跟歌词有关。OK，嗯，好，稍等我一下。好，我们还有。 二十多秒呢，就要进入直播了。OK，我们先准备一下，大家继续帮我们 share l i f e 哦。 欢迎收听《阅读天下》，你好，我是佩玲，这里是 CD Plus，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有吴老港的周议员 YB 王世琪 YB，你好，你好。你好 他也是阅读天下，请 Y B 来干嘛呢？<laughs> 这是因为 Y B 近期呢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刚刚我才知道说原来封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哈。<是>先恭喜 Y B 出书了，谢谢。那这本书的呃书名呢其实很长，可是非常有趣啊。嗯、它的书名呢就是从午夜香闻到麻坡的华语，大马华语流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啊。就<对>如果你很常逛书局，或者是很常关注呃国内的一些出版的最新消息的话，一定。 会注意到这本书，因为封面就非常的耀眼哦，就是一片的黄色。嗯、<哼>所以，呃，我们现在聊一聊吧，因为其实这个主题、这个书名就是你的硕士论文。呃，其实我的硕士论文的名字只有《大马流啊、呃、大马华语流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嗯、啊然后这个从《午夜香吻》大马波的华语》是书，因为要出书，然后才加下去的。哦、呃，哎，那我觉得这个呃更改还不错。 因为马上就让人很好奇。<对> <很有 S 2> 本来 <laughs> 本来我是要把整个放进去做论文的，但、就是啊、呃，因为论文的那个限制，它不能够在我们啊、呃、博大华博大中文系这边，它不能够有副题哦。Oh, OK，、啊、比如说像现像现在现在这样子，这个<对>这个是大题，然后一个副题，嗯，它不能够有副题，所以那么就只能够用那个副题作为我主要的那个呃那个论文的题目。嗯，OK，嗯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很好奇了，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用这个主题作为你的这个研究方向呢？ 其实我这里本身就，我本身很喜欢听歌，然后我也很喜欢啊、呃、这个流行文化。可是，嗯、呃，在读在念书的时候，那念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触到一些海外的研究，他们都有很多，尤其是中港台研究非常多的呃这个流行文学，但是在马来西亚没有。嗯，那么我在大学的时候，呃，我写的论文也是跟流行文化有关，那个也是写歌词，但是那个是香港的。嗯，那个那时候我记得。 <laughs> 因为已经很多年前的事儿，暴露年龄 <laughs>、嗯那。那那我二零零九年毕业，那么那时候写的是呃马，就是香港流行歌曲和时代变迁的关系啊，那个是写香港的。嗯，那么呃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念头说，诶，我既然我大学的时候写的是香港的，那么马来西亚的好像没有看到人在写。那我想，其实流行文化对于呃。 不，对我来说，其实流行文化它本身是很容易的，可以反映一个时代跟呃那个人物的面貌，因为它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东西。嗯，但是呃，也因为它的流行很短，很流行。其实所谓流行，它不会流行一两年的，它只有可能几个月的寿命，甚至是几个星期的寿命。因为它很短，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诶、哎，这个东西是拿来玩玩的。 那么有很多呃，尤其是学术界上面来说，就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值得研究。对，因为它是通俗文化的一种，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通俗文化它可能不能够代表整个当时候社会的面貌，所以有一些学者可能就没有那么看重。嗯、对，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嘛。可是我想，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长大，他都是由其实不是由学校来教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而是大众媒体。嗯 呃，是流行文化。我要怎么样认识一个我所谓好的男朋友？<laughs> 那么到底是我妈妈跟我说哪一种才是好的男朋友呢？还是学校老师教我哪一个是哪一种是好的男朋友？其实都不是，嗯，是。 韩剧教我们，哎，因为我们看韩剧或者是看一些剧集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深远。对，它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直接很，你知道吗？自动的就植入说，哎，这个呃男主角或者是女主角就是个非常理想的对象，还是怎么样？对，嗯，所以有好有坏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女生她会很喜欢啊肌肉男，啊，觉得那种就是很有保护女生的那种男人。可是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花美男？哎，对，这些东西都是啊流行文化教我们的。呃，流行文化其实塑。 造了我们啊、呃，尤其是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歌词、歌曲也是流行文化的一种。对，那刚刚你有说，其实，在马来西亚，对于华语流行歌曲的研究不多。对，嗯，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因为它的那个呃素材很少，嗯，比较起中港台，那么我们的这个流这个中文流行歌曲，马来西亚的它的啊填写词人少，所以可能它的那个素材就少。 研究的那个范围也小，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就是说，嗯、呃，我们没有足够的那个市场去支撑。所以当有，其实当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也面对到一些这样子的个瓶颈，就是因为我的研究是关于到，嗯、呃，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歌词怎么改编，就代表我们的呃这个社会对自我的那个身份的认同怎么样改变。 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你如果听老一辈他们这样讲，<laughs> 对，啊，我哋中国人啊，我哋唐人啊。但是到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他，他他已经不再讲这个我们中国人，他们讲我们华人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嗯、那么这个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怎么样反映在歌词里面？那么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歌曲我没有办法放进去，因为他为了。 就是我们的啊、呃，创作人，他为了要把这个歌可以卖到更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卖到中港台，嗯啊，那么他就不能够有太多的本土色彩，他必须要稀释掉，对，然后让他看去。 看起来就是更具国际化，对，就能够去的比较远一点，<对>这是为了商业考量了对，对，嗯，所以有这样子的考量底下呢，可能就变成说，哎，能够研究本土性的那个那个素材更少了，对，这样子，所以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说大家都没有。 呃，就是没有很没有人很积极的去研究这个研啊、呃、流行文化这一块。嗯嗯，那你认为说，其实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歌曲啊，跟我们所谓就是华裔啦、华人的身份建构，其实它直接性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嗯，我觉得其实呃，有时候我们听歌，尤其是听到本地创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比别人有更多的共鸣？嗯、那是因为这首歌它嗯、呃、唱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比如说，你让台湾人听《妈妈当》。 应该他不怎么明白，除非他曾经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对，对嗯。然后如果你让呃，可能啊、呃、中国人听《月亮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没有春夏秋冬。哎、嗯，对耶。啊，所以这个 <laughs> 可是当我们听的时候，<laughs> 嗯、我们就会觉得哎，倍感亲切。所以这个就是呃，我们跟我们的本地创作的那个一个联系，啊、呃，而这个联系是我觉得非常的。 珍贵的，嗯,嗯啊，只是现在来说，随着时代越来越进步啊，那么呃，这个。 国际中中间的这个分界线啊，我觉得也越来越模糊，所以可能这个本土性它就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呃，因为人人都能飞，嗯，所以我们过往你知道吗？可能我们穷其一生，我们都是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成长，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外国。比如说你说呃冬天的这个感觉，我们只能想象或看剧，嗯、但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体验。但现在不一样，我们可能到海外去留学呀、啊，或者年年都可以去旅行。当然现在疫情不行。 <laughs> <laughs> 啊、所以你对于这种所谓呃其他国家的歌词里面的描绘，我们好像有多了一份的理解。对，对呃，所以他的那个国家跟国家，或者是地域跟地域之间的界限，它就开始模糊了，<对>被打破了。<对>但过往并不是这样的。对，嗯，OK、啊。过往的时候，能可能就是呃。 我们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可能其实真的是从歌词啦、电影啊里面看得到。嗯啊，现在就比较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研究做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它慢慢的，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呃一些，有更多本土创作，它的那个出那个那个。那个 发片的那个或者发发放那个歌曲的管道、嗯、就不再是啊、呃、硬体，反正就是上网。现在大家都是网速嘛对。对。然后过往你要你要发唱片，因为以前是卡带啊，然后再到 CD 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式的一个专辑的感觉。对。八首歌、十首歌、十二首歌，现在你只要一首单曲，你就可以唱遍全球。嗯，对。<laughs> 可是呃，要看了，如果他那那个，比如说。 最近比较呃，是我等我讲，他就讲不是最近有一首歌比较，<laughs> 之前有一个一个歌是那个马来西亚的，咋不？ 啊，很复杂不？对，对对那一首歌我不知道外国的流行度是怎么样，是，其实他可能也是蛮本土的。对，可是现在这个、啊、呃歌手本身就很红啊啊，对对,对，就已经红到了国外去了。嗯、但歌红不红，我们不知不知道。嗯，OK，但他的歌当首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是那个讨论度其实有在，是非常高的。对,对，OK，、嗯、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YB 的这本书，我就发现说呢，你把你的那个鉴定的年份，就是研究的年份呢，大概就是在一九四零到一九五零作为这个起源。 开端，诶，为什么是这个年代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建国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呢。当然，呃，我们建国的时候，呃，就算是啊，一九四零四零到五零那个年代，其实不太有啊、呃、本地创作，很多都是在呃中国那边来的一些抗战的歌曲，<对>然后才从抗战的歌曲里面只是稍微修改一些歌词。嗯、那么最早的一首应该就是《午夜相吻》，可能很多在年轻人不知道。真的吗？你是说？ 本地创作，本地创作最早的一个开端。我能够找得到最的《午夜香吻、啊》呐，《午夜香吻》哦《午夜香吻》，很多人以为是别人的歌，其实是马家人的歌，<是>而且是在啊冰城写的啊，上官流云在冰城写的哦啊，所以所以这个这个《午夜香吻》他写出来了之后呢，在四零年代也没有特别红，他其实在五零过后啊、呃，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歌台啊，然后就开始发专辑，大家传唱啊，对，那时候才才慢慢开始有这首歌红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那当然呢，嗯、今天在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请 Y B 呃做了几首本地创作歌曲的推荐。嗯、那有一首歌呢是 Y B 特别想要推荐的，就是上官刘云还有乌美玲合唱的这首歌《Rasa Yang、嗯》。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一首歌呢？这个歌其实我觉得在，在在我做研究的时候，我就想，哎，有原来有一首这样有趣的歌。其实这个歌在现在其实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反映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时候的那个呃各族之间的，尤其是华裔跟乌裔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那个一个感觉。就是它就是一首《拉斯维扬》，可是呢，如果大家等一下可以听这首歌的话，嗯、仔细听它的歌词，它其实是两个人在对骂。 哦，两个人在骂架，这、就是一个可能一个 <laughs> 一个,一个呃，N J 阿曼跟一个、uh, 就是他隔壁的这个邻居这个美女在、oh, 在吵架，OK，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个歌词，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歌，很可惜明白。好，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同时呢，也要欢迎你，就是来到我们 C D Plus FM 的脸书专业，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呢，有 Y B 王思琪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呢，也欢迎你在我们的 live 下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有感情的一首本地创作，然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就有机会赢得 Y B 的这一本新书。OK，你们有那个耳机吗？ 你们有耳机，你们可以开听。其实，<laughs> 嗯、为什么？因为因为哦，你是说在这边他们听不到那个歌？嗯、哦，对对对对对，嗯、那个要用 App 听，可能要用 App，嗯，OK，因为我们歌曲有版权，所以没有办法在再、like、拉这边。哦，OK，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限制。嗯，OK，我先看看，好。 那欢迎大家，Hello，大家下午好。我们有阿华、物价、新秀用，Hello，Canon，Hi，诶 c a n o n 我现在要叫你 Canon，还是叫你？ 克里斯比较好、嗯，<laughs> 刘呢哈喽，Hello,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那个听众都有一点含蓄哈，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Y B 本身是很活泼的啦，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 <laughs> 太拘谨。谢谢大家持续留在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本书呢是 Y B 最新的新书。然后你如果已经买了这本书，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你为什么会想要去买这本书？然后如果你还没买，有兴趣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了，因为我要送书给你哈。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赖下面呢不。 不管你是 YouTube 的朋友还是 Facebook 都可以，在 Live 下方呢，就是写一写说为什么你想要得到这一本书，然后呃告诉我们说你最有感觉或者是印象最深刻或者最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是什么，那你就有机会赢得这本书哈。大将出版社呢会把书寄给你们，先谢谢我们的大将出版社，谢谢。 <laughs> OK，<laughs> 没问题，<laughs> 没问题。嗯、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多多支持这个所谓的送书活动。然后我们就看到 Sam，他就说麻坡的华语还以为黄明志来了，不好意思，我没 <laughs> 失望啊。呃，黄明志其实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啦，<laughs> 不过那是比较久之前。如果你还记得，应该是之前还在筹办他的那个。 呃，演唱会的时候，嗯，对对对，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然后我们有金英唱 Hello 下午好，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赶紧来留言哈，告诉我们说你其实呃最喜欢最有感觉或者是呃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本地创作是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呢，呃，我们就会选出三个朋友，然后再把这本书送给你哈。我们看到艾琳，他就有说，他说他。 哦，他说他谢谢他的爸爸喜欢听歌，所以《午夜香吻》他知道哎、欸、哦，<laughs> 因为我记得艾琳是蛮年轻的朋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也知道，我也想我，<laughs> <laughs> 是因为你的家家人，还是因为你做研究？不是啊，因为之前就听过、哦，之前就已经知道这首歌，嗯、之前就知道，不是因为 <Okay. S 2> 不是因为研究。<laughs> OK，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持续的帮我们把这个 e 分享出去，然后告诉我们说你其实。 呃，就是哦，Canon，OK，、okay, 好，我要我我要记得你的新的名字哈，OK，好，那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的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是哪一首歌，然后呢告诉我们，然后就有机会赢得这一本新书哈，这本新书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它探讨了很多在马来西亚从。 一九四零五零年代开始的本地创作的流行歌，然后呢，到到今年，呃，不是到今年，应该说到近期啦。所以他的整个研究的过程是非常好玩的。我自己大概看了一下，我也是觉得很有兴趣。我想要找一天好好的把它从头读到尾。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说呢，呃，你最有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是哪一首？然后你就有机会赢得这一本书啦。OK，谢谢大疆出版社。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就是杰克哈喽，艾琳说他爸爸今年八十三岁了，哇，希望你的父亲就是身体健康哈，这个很重要。对，还有 Jeff c i n 你那个 YB 问三个 Good 是是要赞赏我们的 YB 是吧？<有> <laughs> 这个应该 <laughs> 这个也是 <laughs> OK。<laughs> 还有我们 Zack T，他说只要是本地的你都爱，那你就写一首吧。 帮我们把 live 分享出去哈，这一个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下午四点钟，其实有些朋友呢可能在上班哈，不敢看 live 哈，<laughs> 所以我们这个 live 其实会留着，有时候很多朋友呢是呃下班之后再重看，所以我们就留着。所以如果你下班之后还看到的话，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挑出三个朋友的话，你就有机会。所以请大家继续留言，OK，在我们的 live 下面留言，就告诉我们说，呃，对你来说哪一首歌？ 呃本地创作、嗯、对，一定要本地创作，一定要本地创作对。然后你最喜欢的，然后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告诉我们、嗯、，OK？好，我们还有一分钟三十秒回到节目的现场，所以大家继续就是帮我们 share live 一下。你的那个耳机还 OK 吗、嗯、？OK OK 可以，对对，它其实可以把它压下来，可以 <okay, S 1> 就比较稳了，okay, okay. 没有问题。有、okay. <Okay. S 2> Jeff Lin Jeff Chin。 阿、啊、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嗯、可是为什么呢？你是拿这首歌去追女孩吗？<对> <laughs> 有成功吗？另外，因为在我这里呢，佩仪她就有写到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本地歌曲是《月亮圆》，月亮圆。嗯，嗯因为她说，呃，让她想起了小时候中秋节提灯笼的热闹画面。很快又要读中秋节了，哎，真的。可是我们现在要看提灯笼的画面比较难。 除了你要,你要戴口罩了，呃，对我就想说这个 <laughs>，OK。再来，我们看到 Sam，他就说山脚下男孩月亮圆，哇，大家对月亮圆好。如果大家对这首歌那么有兴趣，我等一下就播给你听。<laughs> 谢谢主持人，耶、yeah。然后我们看到 James Lee，他就说 YB 好有才华哦。 谢谢。<laughs> <laughs> 等一下也邀请 YB 来分享一下，因为他其实要完成这个论文一点都不容易哦。<laughs> 非常难 <爱 S 1> <以>。<laughs> 对对对，<laughs> 等一下会来聊。<laughs> <常爱 S 1> 好，我们还有三十秒的时间回到直播，欢迎大家继续 share。我们看到。 Cannon 就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童话和勇气，哇，这个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了，啊、哦，这个真的很年轻。呃 <laughs>、uh,，Cannon，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对对，OK。金英灿就说分享了我喜欢 C d Plus Life 哦，Live oh, 谢谢你。<laughs> 好，我们十秒回到节目的现场。 欢迎回到阅读天下。你好，我是佩林节目的现场呢，有 YB 王诗琪。大家好，是那今天带着 YB 的新书来上节目嘛？那这一本新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从午夜香闻到麻坡的华语》。那它有一个副题啦，就是《大马华语流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其实，呃，下面那个刚刚讲的副题是它论文的主题。主题对, <laughs> 对。那言下之意呢，这本书就是他原本的这个硕士的论文。那你不要听到论文就觉得好紧张、好害怕、好严肃，其实一点。 点都不会呀，呃，这本书我翻阅了一下，我觉得很有趣，非常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那呃，当然我们聊到呢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呢，呃，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对这本书也很有兴趣，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C D Plus FM 的脸书专业，还有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个是现场的直播，所以你在直播下方呢，告诉我们说你最有情感。 或者是最深刻、最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是哪一首？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就有机会赢得大将出版社送出的三本 YB 的新书了。嗯，那其实呢，我在翻阅 YB 新书的时候，就看到说你在第二章《马来西亚中文乐坛发展史》的这一章里面，你就有提到说，呃，马来西亚的这个中文的乐坛呢，大概是在五零年代开始嘛，然后来就经历了歌台、创片还有网络时期。对，呃，这个。 呃，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其实你在整理这一段资料的时候，你的一些发现跟感触是怎么样的呢？其实非常的痛苦，在一开，<laughs> 其实一开始我要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第二章是我真正要做的东西哦啊，第二章是我真正要做的东西，<是>其实就是呃，把整个呃中文马来西亚中文啊、呃、乐坛发展史整理出来，嗯，然后。 那时候我的老师林春梅老师，他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整理这个东西，那么你你至少要有一个你想做的，比如说你整理这个资料来做什么？那我想说，因为我想知道说。 马来西亚的华人到底我们呃是怎么样跟这些歌曲扯上关系？他们怎么样反映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一些想法？他说：“嗯、哎、那你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论文的题目。”所以我才到后来，我想做的东西变，反正就是只,只变成了一张。可是这一张是最难处理的，嗯，因为这一张它很多史料，我们原本以为每一方都会有保存的。 哎<诶>，那可不一定。对呀、啊，<laughs> 结果最后我发现是没有的。<laughs> 嗯，我就以为说，哎，可能这个唱片行或者是那个唱片公司，它会有储存一些，就从以前他发多少张专辑，然后每一张专辑的封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其实是没有的。嗯、啊，所以在在我做这个第二张这个整理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然后也包括说，嗯，有很多的资料不是没有，而是那个资料它不是一个，不，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资料，它可能就是一些，嗯、呃，可能大家写 blog 啊。 嗯，或者是啊、呃、一些嗯、呃，就是散文啊，怎么样有提到的一些，那么所以在整理的时候，我总不能说，呃这个资料我是从 Wikipedia 上面拿来的，你不能够这样子放。呃、对呀、啊，对，所以我在在求证的过程中有有有一点困难，可是还好，是因为我访问了好几位的这些啊、呃、乐坛的前辈，包括说啊、呃、周金亮前辈啊、呃，也包括我们的已故的啊、呃、那个郑景昌先生，所以我有得到他们的一些呃。 一些讲解，那么我才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嗯,嗯，有一点困难了、啊。对，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每一位歌手，呃，每一首歌的创作者，呃，或者是每一个唱片公司，他们处理这一些所谓资料或者资产的方式不一样，那也不不是每个人会那么有那个认知到说这些资料在往后可能有需要。对，呃，可能我们还经历了一些搬迁呐、啊、或什么之类的，<实>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上网去找。 只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我们都可能找不到了。就是我们啊、呃，有从以前到现在，大部分的一些歌手，尤其是前辈歌手们，他们的生卒年都没有。啊哦，嗯，有一些没有的。<解>就你知道有这个可能啊、呃？哪一位哪一位是在呃七八十年代非常红的一个一个本地歌手、嗯、啊？可是你上网找的时候，肯定可以找到到他的一些歌，可是你找不到他的相关资料了，生卒年都没有。就他那他什么时候出事，然后啊、呃，一些大事件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啊、呃，有点可惜。 如果能够把它做起来，嗯、那就更好了。对对，当然呢，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才有了你的这一份论文，因 <laughs> 为、嗯、能够抛砖引玉。<laughs> 对对对，因为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资料的整理跟筛查，<对>包括去做一些求证的动作，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那问题来了，嗯、所谓的本地词曲创作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刚刚你说《午夜香闻》应该算是四十年代到四十年,年代到五十年代，算是呃象意义象征上的第一首本地的词曲创作。对,对对对对，嗯啊。呃 如果说比较火红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在，呃，那个大概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就吹过一个我们的歌啊,啊，就是所以就有了这个鸡蛋啊，鸡蛋工作坊，对，有了他们的这个时候就会开，那个时候开始比较蓬勃。那么在之前也的确是还有的，就比如说李毅唱的那些歌，其实都是本地创作，可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一种很很有意识的我要做。 马来西亚。 本地创作，我觉得当时候也是因为那个风气还不够盛行，嗯，可能就是零零散散有一些创作，但大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真正是马来西亚很美丽的一块，这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对>当时候这个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烈，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到了那个鸡蛋工作坊的时候，他们那个那个呃自我意识就比较强，他就于我们要唱我们的歌，要写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歌，要听我们的歌。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好像呃月亮圆啊。 比如说像这个，呃，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呀、啊，啊、呃，甚至也包括说那个我们现在才比较，呃，有印象的那个初恋红豆冰的主题曲，纯文艺恋爱，纯文艺恋爱，嗯、纯纯文艺，纯文艺恋爱，其实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呃，差不多就就已经创作出来了。对。可是他并那个时候并没有太红，反而是这一套、嗯、这一套啊、呃、这一套电影上了之后呢，这首歌在翻唱之后才才更加的让啊、呃、为人所知了。 而且我觉得，当时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比较单曲的重现方式，嗯、那可能大家的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就像你说的，当时候你的整个环境啊，嗯，或者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啊什么的，嗯、所以大家可能那种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它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对对对，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八十年代也是我童年的时候啦，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唱很多，在学校唱的歌都是这些歌。 了解，那你认为说，嗯、其实本地的词曲创作的风气最盛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期呢？其实现在也很旺啊，现在也很旺。可是如果说我在在研究里面，我觉得最百花齐放的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时候。嗯啊，包括说一直到，嗯、呃、另外一波其实就是阿牛他们出道的时候，阿牛、陈庆祥啊啊，那个梁静茹啊啊，戴佩妮啊。 呃，三角三角三来说是比较早，比他们早的了，早一点，早一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呃鸡蛋工作坊那一批、就是，还有光良品罐，哎，哦、对，不可以忘记我的 <laughs> 我的偶像，<laughs> 就是他们那一批呃，算是前辈，开始掀起了这一股呃唱自己的歌这样的风潮之后，那就开始衍生了很多的比赛。 对，然后呃，很多的就是 workshop，呃，大家都开始去学唱歌，对，然后学写歌，学写歌，对，然后写自己的歌，<对>唱自己的歌，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在写，有有意识的在写自己的歌的时候，其实也把我们的、嗯、那时候对我们自己身份的那种看法写进了歌里面去。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嗯、OK，那呃，当然我们一定要聊到这个书名哈，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后来再安上去为了出版哈，就、嗯。 写到说，从《午夜香闻到《麻坡的华语》<对>，哎，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我觉得这两首歌应该是在你的研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吧？对，啊、呃，嗯《午夜香闻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就是啊标杆性的，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一首创作。对，那么到麻坡的华语《麻坡的华语》，《麻坡的华语》它其实我对我来说，它象征着马来西亚第一首就是在网络走红的歌曲。 嗯啊，那时候应该是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刚刚才开始普及化我们的这个啊、呃、网络，然后呃，YouTube 也刚刚开始。嗯，那么呃，那时候应该很多人就从这个麻坡的华语开始认识到网络歌手这个歌，这个这个名词。嗯啊，当然呃，黄明志作为我们的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标杆性的，就是网络歌手起家的一个。嗯嗯 那你觉得说《麻坡的华语》这首歌的出现，其实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词曲创作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我觉得应该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OK，怎么说？啊、因为在在呃，我们做这个网，在网络可以发放歌曲之前呢，大部分的人，你要你要成为一个歌手，你想要写歌来来卖，那么你一定要经过唱片公司啊。唱片公司觉得这个歌可以，那么就可以；他觉得这个歌不可以，那么就不可以。所以。 你的歌并不是由大众帮你筛选的，而是由唱片公司帮你筛选的。嗯、那么你唱片公司来说，这个歌如果它不符合啊、呃，一般上对正常好听的歌的认知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出。嗯、那么如果你的歌有，比如说，就是可能写的非常的通俗外面呃写的非常的。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阿牛也是也是写歌出身，然后他的<对>他的歌也很本土化的华语。可是如果你看麻波的华语的话，那么他是跟他又直接有一个地名啊、呃，他不只是因为地名，他也包括说里面的呈现，里面的呈现、嗯、那他他用的那个语言，嗯啊，然后好像比如说西北这种东西 <laughs> 啊，就是在在正，在我们很的一些用词，al, 对、嗯、啊，那么你在以前是不可能可以出。 可以出版，嗯、可是因为有网络，所以它没有通过这一层筛选，它就可以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么也让呃很多的本土的一些呃一些，无论是歌曲也好，节目创作也好，一些可能啊、呃、线上的节目，他们也开始说，诶，原来这个这样 local 的不怎么标准的华语。 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是可以用一首歌的形式出现的。对，OK，所以就变成说很多其他人就开始了。哎，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创作。嗯，其实创作有无限的可能，关键在于说、嗯、我们常常就是用呃前面先辈做过的事情，或者是整个大环境来钳制我们自己哈。<对>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创意其实就会受限了。<对> OK，欢迎所有的朋友呢持续来到我们 c d Plus FM 的脸书专业还有 YouTube 频道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在我们的 Live 下面呢告诉我们说你最有。 有情感或者是最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是哪一首歌？原因是什么？你就有机会获得 YB 王诗琪的这本非常有趣的新书，在探讨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华语的流行歌曲跟我们自己作为一名华人的身份建构。那当然，刚刚我看很多人的留言呢、啊，应该是其中一首最多人提到的歌吧，就是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 OK，好的。其实有也有一些朋友讲到勇气，可是我要想一下，勇气是本地创作的我也是，呃，勇气，我也是在想，勇气。要找一下词曲创作的。谁？其实我很想问，所谓的本地创作是不是代表说，呃，词曲都必须要是本地的？嗯，在是这样吗？在我的在我的研究里面，只需要词是本地人写的就可以。哦、oh,，OK。但是如果一般上来讲，说本地创作其实是词曲了。OK。 因为你你的研究里面主要是研究词嘛，对不对？嗯，OK，歌词的部分，OK，好，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持续的留言，我来看一下。啊、呃，对，本地，光良,、oh, 光,良光良作曲，瑞瑞叶填词。哦，oh, 两位都是本地的才子呢，嗯、没有错。<laughs> OK，好，我我我想要先问你哦，YB，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嗯、我可能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只能。 挑一首歌，嗯，你想要让我们的听众，我让你挑，<laughs> 你想要让我们的听众听《纯文艺恋爱》还是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纯文艺恋爱》吧，你觉得比较有意思，对吗？嗯，OK，行，那我们待会最后一首歌就播呃《纯文艺恋爱》。对，好，我来看一下哦，哇，好多朋友留言，可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贵宾留言呢、欸、，Y 宾<賓>，对，这个我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我看到我们马来西亚最著名的爵士钢琴家郑泽相的留言，嗯、他说：“他说这么巧看到，所以他就进来听听。他说他们现在呢也在筹备这 Malaysia Real Book Project，也就是一本收录这马来西亚创作的乐谱集。不过他说不是主要是中文音乐而已，嗯、但是他是决定要加入一些中文的创作，当中就包括了《午夜香吻》，所以他说他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谈谈。好。” <laughs> 马上答应 <laughs> 可。可是可是我我自己本身不能够呃代表《午夜香吻》的那个填填词人。呃，当然当然，但但是我相信说，可能他也想要知道你在研究的过程，嗯、或许需要你的一些协助之类的。所以你 OK 的话，我就可以，请联络你们，<對>谢谢，帮你们搭个桥哈可。可以可以、欸，也也很开心诶、欸，我们有泽相在线上听着我们的分享，谢谢你泽相、嗯，谢谢。OK，我感觉到 YB 的快乐跟开心。哈哈哈。 数的关系哦，他们在那边会做一个类似嗯弹唱会这样子的东西，OK，就是一面啊、呃、聊天，可能聊到哪一首歌，他们就现场弹奏那首歌、哦，我这个感觉很棒哎、欸，是啊 o、okay, k 好的，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呃四分多钟的时间会回到节目的现场，你帮我看一下，因为 Y B 改的，改我们两个人都不见了，嗯、不见了，我有看到。 对，现在应该还好吗？线上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画面跟声音的状态还 OK 吗？然后帮我们在下面留言哈，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的小编在帮我们解决这个技术的问题。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声音跟画面都还好吗？可以留言一下哈，谢谢大家。现在感觉好像是恢复了，是吗？如果是看直播的话，我看不到，我啊看到了，哦，我这边也是看到了，看到了。好，谢谢嘉玲啊。 好，我们看一下哦，像是呃邱轰旺，Wang, 他就说呢，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他是每一年的中秋节都听。对，果然《月亮圆》真是大很爱的歌。对，然后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歌，嗯、啊，他为什么会让大家都那么爱？ 对，那是因为他真的触动我们的心。每一年他都会这样子重复重复，一直不断的，我们会去重复收听，<对>然后重复去播放，对他印象也是很深刻。对，Moon Candy，、er、他就说先喝一杯麻波咖啡，再来听听说些什么大事啊 <laughs>、哦？我们说的大事就是 YB 出新书，所以欢迎你,你来支持一下。<laughs> 我们还有 Jennifer d u n h e l l o 好来看一下，呃、uh,，OK。 呃，杰克说 “Y B 翁”是不是 “J B”？哎，不是，就是居然不,不是，那是黄舒琪，没错，我们我是王舒琪，对还是乌拉港的哈<对>，OK，乌拉港的周议员哈。我非常的感谢你把我们跟舒琪放在一起，<laughs> 我会告诉他的了。哈哈过我觉得你们好像也真的是长得有点像，真的吗？有一点，绝对是因为舒琪漂亮，哎。 OK，好。哈哈这里我们看到吴姐、吴吴吴佳，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梁静茹的《余夏》。那这首歌就在他小学的时候流行的，伴随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歌曲的旋律也很轻松，《余下》、《余余是本地创作吗？ 我要 check，他好像是台湾宁,宁夏，我就知道哎。哎，sorry sorry，是宁夏、啊、宁夏。OK，可是宁夏是本地创作吗？这个我有点怀疑耶、呃。其实宁夏这首歌他在出的时候，要要要要检查一下他的词曲是谁写。对。可是宁夏那时候出的时候有，有有有一个很搞笑的状况，因为他跟呃中国的一个地名一样。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因为那个地名而写的那个题目吧，呃、可能。可是就让很多的宁夏人以为梁静茹是宁夏人。 哦，但其实也很多人以为梁静茹是台湾人啊，啊对，<laughs> 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误会的。对，好，我们再看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哦，对，刚刚呃，政治，哎，艾炼他就说《李毅三年》<异>，李毅，哇，三，呃，这个我我知道这个《三年》这首歌吧，啊、嗯，要是有些原因吗？ 他没有写，要写一下原因。对对对，要写一下原因哦。这个这个是这个可能是前辈了，这绝对绝对是前辈。OK，好，我们来看一下，Kenan，他就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勇气，因为真的好像有毒，越听越喜欢。不管什么时刻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触。失恋的时候，他是疗伤，呃，疗伤的这个歌单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哇，这个写的写写的很有诚意耶。这个这个这个应该要给了，Kenan e 应该要给，因为这个。 要要给他一本书，给他疗伤一下啊！真的吗？哎<常>、欸，你看，常常被疗伤。第一、那个得奖者马上就被选出来，<laughs> 你看你你留言马上就已经得到 YB 的认同。<laughs> OK，我们看到呃，泽相他有回应了，他说呃，他刚刚也在居然的广日子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演出。哇，我觉得居然人真的很有福气耶，可以听到呃，就是泽相的现场演奏。我自己本身有看过，我我要哎，现在好像是哎，不是 YB 在场啊，而且变变成要帮泽相打广告，<laughs> 因为我真的觉得泽相的。 演出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会触动人心，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看看泽相的演奏。我自己是他的粉丝啦。嗯、OK，好，我们看到，谢谢大家都跟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网路跟声音状况都回复了，谢谢大家。然后我这边看一下哦，像是金蛋也跟我们打招呼，Hello、嗯、Sam，他就说，他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月亮圆吧，嗯，他说很有感触，我非常怀念小时候的月光和阿妈说的故事。事过呃时过境迁，每每听到这首歌都有画面在。 脑海中浮现，哎，我觉得写的越来越好的人越来越多了耶。哎、<laughs> 我能<没>怎么办？你的你的我要不要破背啊？哎哎,哎，他已经在下面。<laughs> 欢呼尖叫了 <laughs> okay, 好好送,送送，<laughs> 不要紧，不要紧，如果不够的话，我再送。哦、oh,，OK，谢谢 <Okay, S 2> Y B。Okay, <讲> <laughs> 再来就看到一雄，他说没有媒介的宣传和市场，其实再怎么努力都还是有点困难的。他说其实本地的创作很多，但都是在各自的圈子，没有真正的走出去，是很难引起极大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情况，现在反而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网路。 你真的完全就是靠歌手本身啊，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但你现在有网络，不过当然有网络了之后，你要怎么样？竞争其实更大。对对对对，它其实竞争更大。大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个那个啦。另外，我们就看到艾 n 娜说她最爱《月亮圆》，因为她觉得是最早期、最本土、流传最久也是最广，也是哦。嗯 哎、欸，我也觉得也是、嗯，最早期不一定了，可是它流传最广，然后它每一年都会一直都有，而且<对>没有人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对，而且我觉得它它很聪明，就是跟一个节日绑在一起。对，所以你就你知道，每年时间到了，然后你就会把它翻出来重可是如果如果在呃，可能在选举的那段时间的话。 那么可能另外一首歌可能会更多人有共鸣，就让让用马来西亚天气来说爱你。对，没错，哪里都唱。这个我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写我我写说它有点像是国歌的感觉了，有一点有一点。这到哪里他大家都会唱的，然后而且它会有很有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共鸣。对，再来我们就是有一雄说他最爱本地的创作老歌《南海姑娘》啊，《南海姑娘》在我的书里面也有，对，也有提到这一首歌哈。呃，我们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就回到直播，然后，嗯、呃，回来之后，我首先会先请 YB 举例几首歌，我们直接来聊几首歌。好，那你就聊一聊这个几首歌里面的歌词，excuse，就是你歌词中的文化认同的建构，就是怎么样从歌词让你感觉到它是有这个文化的这个身份建构。好，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留言、按赞、分享哈、哦，告诉我们说，对你来说最有感觉的本地创作是哪一首？ 今天在阅读天下在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的，也就是从马来西亚华语流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来聊一聊。我们谈了很多首马来西亚的本地创作，像刚刚呢，我跟呃今天的嘉宾 YB 王诗琪，我们也在聊说，诶，这首歌它算本地创作吗？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它呢？因为很多人对于本地创作的定义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的，嗯、所以我就特别想要问一下 YB 哈，你有没有办法就是举举例几首歌，我们。 再聊一聊，就是歌词中的文化认同的建构。然后，在你的研究中，有哪一首歌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嗯，如果说，因为我的书里面其实分三个，一个是文化建构，一个是这个政治建构，然后还有一个是地方认同的建构。那么，如果说文化建构方面，那文化我们看可以分成什么？比如说，啊、呃，最简单的可以啊、呃，讲囊括在文化里面的，就是语言。 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歌，它最属最主要先触动我们的就是它用的语言，一是嗯，它可能有掺杂一些马来文、英文或者大米尔文，要不然就是它的那个啊、呃、语言本身有掺杂方言，因为这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讲话的方式，嗯，所以比如说有些歌现在最最常用的可能呃福建话的一些可能西北啊，嗯啊或者是有一些啊、呃、高辣啊，我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哪里一个是出口啊，所以如果是的话，<laughs> 你要告诉我。<laughs> 暂<后>暂时都还好，还好,还好。<laughs> 然后 <Okay. S 1> 有一些可能就是客家话、啊嗯、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广东话掺杂在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语言的啊混混杂的方式。那么在我的呃那个研究里面，我文化方面比较多接触到的，我觉得啊、呃、其中一个拿来拿来做研究的，就是比如说月亮圆。嗯，月亮圆是其中一个啊，呃、刚,刚我们已经听过了。嗯、那月亮圆它是一个啊、呃，主要是讲马来西亚的这个呃。 中秋节，可是我们的中秋节是没有。我们其实马来西亚是没有中秋节的，因为我们没有秋天。中秋节就在中中就秋天的中间的那一个最远，月亮最圆的时候，我们没有秋天，又何来中秋？可是啊、呃，就是因为这这个这个歌，其实让我觉得啊、呃，它最能够反映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身份混杂，然后有出现混淆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在庆祝中秋节的时候，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认同的这个这个国家其实没有中秋节而且我们认同的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个中秋节的文化展现，其实跟原本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是完全不同的。对，不管是气候。 呃，我们的应节食品或者庆祝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对，我听说在台湾，如果是中秋节的话，他们是烤肉，没错。然后可是我们这边就很怪，为什么会吃烤肉，对不对？对，我们觉得吃烤肉是很奇怪，或者是说不会特意在中秋节吃烤肉。对对对，然后而且在马来西亚通常也很少吃烤肉，因为因为热。所以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在呃文化上面的一些一些嗯认同，然后那个认同之的的那个让我们觉得混淆的地方，嗯。 那么当然还有说，比如说还有就是这个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在文化上面有掺杂这一些本土认同的一个东西。那么呃，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天气，为什么他们他就是在那个歌里面他有讲到说，哎，我不能够用那个春春夏秋冬的那种啊、呃、那种也啊形容词来去形容我多么爱你，因为因为我。嗯 我要用我的朋友们都认识的语言来来说“我爱你”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呃，算是马来西亚一个国歌级的国宝级的一首歌曲这样子。嗯嗯 那这些都是跟文化有有比较关系，比如他当然还有一些饮食文化也算是在文化里面，比如说《妈妈当》，嗯，《妈妈当》这首歌是以前我我是从怡宝来的，那么在我童年的时候，其实在怡宝是没有《妈妈当的》的哦，真的吗？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这首歌应该是我小学六年级。 啊，不好意思啊啊，阿、啊、牛哥哥，<laughs> 我又暴露了你的年龄。阿 <laughs> <laughs>、啊、牛在出这首新歌的时候，妈妈档，我那时候应该是六年级左右。嗯、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妈妈档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我以为它是附属在大学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嗯、就在大学里面的。所以他，因为他讲到说，上了大学之后就会去这个妈妈档。嗯、然后后来我我真的上了大学之后，哎，我真的接触到妈妈档了。我在说，哦，原来这个妈妈档是由呃这个。 啊、呃，印裔的这个穆斯林,穆斯林啊，嗯，去开的这种餐馆或者是一个档口，就叫妈妈档。但它已经变成我们一种饮食文化。对，嗯、可是当当然现在在在怡宝也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妈妈档这个东西。对，没错，现在真的是大城小镇都有妈妈档哈。对，OK，那其实你看哦，本土所谓的本土元素啦，其实呃，在一些人的感觉当中，它也跟老土呢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对 YB 来说啦，其实你觉得具有本土。 古元素的歌曲的这个呃创作，它其实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展现呢？嗯，是,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好深奥的问题？<laughs> <laughs> 其实这其实这个也不只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歌曲创作里面，嗯，它它它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就是呃我们的。 这个小说创作怎么样才叫做马来西亚的小说创作？嗯，然后也出现在我们的新诗里面，其实基本上出现在我们文学里面，怎么样才叫做马来西亚创作？是不是一定要谈到啊、呃，就是蕉林啊，一定要谈到啊，钢、呃、蹦啊，那么才算是马来西亚创作？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由我来解答了，可能大家也要也要去寻找一下，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我们的创作？嗯，在香港，比如说香港的那个小说创作，它需要一定去强调说，诶，香港的哪一个地方一定要谈到九龙，才一定要谈到旺角，才是属于香港吗？是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说呢，因为香港的整个创作，不管是文学或者是词曲，甚至是剧集都好，因为它出现的比较早。 然后他也在比较早的时间里面，就让更多海外的华人去接受到这一股文化。所以你看，我们对香港的很多地区，你可能没有去过，可是你,但你对，你很熟悉，对，你知，对，你知道这些地方的名字，然后你知道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对>甚至就是当地惯用的一些呃很 local 的一些词语的展现，我们都很熟悉，是因为我们非常早就被喂食。 就是被这些文化用词给喂食，对、嗯。但因为马来西亚本土的元素呢是出现的相对比较晚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呃，到后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感受跟立场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哈。OK，可能也许说在我们的创作里面，它不一定要可不，可能我们自己应应该想创作的人应该想一下，哎、欸，嗯、其实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忌讳，就是用一些本土的呃一个用词，嗯、我们不一定要用很标准的华语，嗯啊，或者很规范的华语，或者这样讲。 呃，或者是故意用不规范的华语，或者故意不规不,不规范的华语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很自然的去创作。对、呃，我想那个久而久之，它就会带有一种我们的色彩，<对>别人就会认得出来。嗯、诶，这个东西跟香港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跟中国大陆也不一样，嗯、甚至跟新加坡也不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呢，你看，呃，华人主要聚集的地方，像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嗯、其实现有的一个创作的展现，你已经真的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的创作，因为大家其实有自己本身的商业考量，对，然后有自己本身想要取悦的这一个群众，还有他们创作的目的，嗯、所以我觉得说单纯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谈的话，它开始变得很困难。OK，好，那当然呢，呃，最后我觉得一定要争取一点时。间。 先来聊一聊的，就是因为 YB 其实花了五年的时间 <laughs> 才完成，这、哎、一班上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的。<laughs> OK，哎，但我发现很多人也真的花了很长时间了。但因为你其实也有任务在身，因为你当时已经开始从政了，对，然后建中还遇上了你去参加补选<雪>等等的，哎、所以。 其实当时候你是过着一个怎么样的日子跟生活啊 <laughs>？<laughs> 其实二零一四二零一四年我开始就报读这个这个硕士论文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纯粹就是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读书，我很喜欢上学，嗯嗯、所以我就想，哎、欸，我应该要去深造，那么我就就报名了。结果到二零一六年，我就成为了市业员。当我成为了市业员之后，我觉得哇、啊，要死了，要死了，死了！因为工作开始变得很繁忙，啊、工作开始变得很繁忙，嗯、而且我会给很多的借口，我自己休息。 <laughs> 啊，今天很累了，应该要休息了，怎么样？嗯、可是到了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我想，哎，再拖下去不是办法了，所以二零一八年大选过后，我就开始快马加鞭的去完成我的论文啊。那时候应该每一天，应该晚上大概晚上十点开始写到半夜的两点，哇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写论文不是一拿起笔就可以写，对，你可能写一个一个句子，然后你要找资料之类的，你就找找一个小时去了，嗯、然后再回来再写的一个句子，嗯，那么。 一天你至少要花四个小时，对我来说，我至少要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写，然后在呃竞选到后来参与补选了之后，就更加忙碌，嗯啊、呃，通常到十二点才回到家是很正常的时间，那么我就只有从那个时间开始才可以写，所以我就写到凌晨四五点。 哇，那最后其实终于完成这个论文的时候，嗯、感觉应该就是，我觉得简直是像放那个要要要烧猪，<laughs> 放烟花，<猪>然后怎么庆祝因？因为我因为五年真的不容易哎。对，OK，對了解。那最后你会希望这一本书能够给读者，或者是你的选民，或者是你的粉丝带来一些怎么样的感觉？嗯、读后感？其实我希望就是，嗯，我希望是很多人。 有人可以看了这本书之后，第一啊、呃，希望大家觉得啊、呃，读书不是那那那么一件很难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停止在啊、呃、可能中学或者是可能读了大学之后，你就觉得哎、嗯，我们应该要离开，我们就可以去去工作还是怎么样？如果你有兴趣要继续深造的话，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学术不是那不一定是那么一条啊、呃、烦闷的路，嗯，这是这是第一点，是第二点，我也希望说就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是啊、呃，希望这个研究可以。 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对流行文化有。 呃，更多不同的意见，当然你可以反驳我的我的论文，嗯、一定可以的。嗯那么你写你的论文。文。他他不是绝对啦，我们应该这么说，嗯、因为每个人呃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嗯、或者这一段历史，呃，完全是有不一样的出发点和感受，那是肯定的。好，那今天呢，在阅读天下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这一本 YB 王诗琪的新书《从午夜香文到麻婆的华语大马华语流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呢，特别要给你的是这一首歌哈，也就是说，他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 但是到了现在，因为一部电影，所以也算是红到了现在，也算是本地创作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对对，对对对我们有阿牛的《纯文艺恋爱》，非常感谢 YB，谢谢。 OK，好的，我们电台直播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在呃这个我们的 live 这边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一定要念一念。然后也再一次欢迎大家，就是说，呃，我们的这个 live 会继续留着，所以不管你是从 YouTube 来看到我们的，或者是呃这个 Facebook 来看到我们的话呢，大家赶快留言好不好？告诉我们说，在你印象当中，你最喜欢、最有感觉或最有感触的一首本地创作是哪一首，然后原因是什么？那你就有机会呢得到大江出版社送出的 YB 的这本。 新书，呃，总共有三本。不过 Y B 刚刚说，如果有人写的特别好，他可能自己也会加嘛。哈。所以呃，以我刚才看到大 c a l 他留言留了好长哦。看一下，对，他说他选择的歌呢是郑景昌《唐山大兄》啊，这一首粤语歌曲。他说虽然不是他的年代，但是他说他可是，哎呀，被跳走了。<laughs> <laughs> 看一下。 OK，他说，但是他却是让香港人开始看到马来西亚人粤语的创作，然后黄义飞的一百万的这首福建歌，传唱度也非常高啊，确实哈。他说小时候不断的被洗脑，歌曲呢是朗朗上口的。那南海姑娘还有无言的结局呢，也是北马人的创作，影响他最大的是掌心。 光良品冠，看,看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嗯 <laughs>、呃，然后再来一首，诶，这首歌也是我当时候很喜欢的嘞，也就是 <laughs> 呃张杰龙的《因为我蓝，因为我蓝，到时候我蓝 <laughs>。我我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是他后面还放两个 hashtag 选我选我。<laughs> <laughs> <laughs> OK OK，我们来判断一下哈，嗯，艾琳、呃、就说她也是医保人，她也是来到这里才学会妈妈当的。 是嘞、嗯，哎，真明了怡保，真的当候没有妈妈当的。没有错。<laughs> 妈妈当的是什么？对，Jason 就说 YB 原来就是作者，没错，这本书呢，作者就是 YB 本身，非常厉害。而且他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我说的，是在一个很。 水深火热的情况当中，因为还要参加补选啊什么的，<对>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当时我已经放弃了吧？不可以，不可以放弃。<laughs> 放弃的话，我 <laughs> 放弃的话，我就没有今天这本书，也没有你完成你的硕士论文了。对啊，而且真的是让这，如果我放弃的话，那么我过去的那几年不是浪费了吗？对呀、啊。再来，我们就看到金英畅，他说他也很喜欢妈妈当，因为有马来西亚的写照，很生活化。k e v i n 哈喽，你好。 Canon，Canon，哇，Canon 还留言了很多，你已经赢输了啦。<laughs> 跟你开个玩笑，Tay Boon Kia 说回来喽，对，但我们就要结束了，谢谢你回来。另外，在我这里呢，也有 James Lee 的留言，他说 Rasasayang，因为他认为呢，这一首歌也是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我觉得 Rasasayang 很有趣。可是 Rasasayang 不是本地创作？呃，那个，如果刚我们播的那一个，它的歌词是了，对，啊，但是它已经有很多形式了，啊，因为 Rasasayang 非常多人改编过。对对，OK，所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参与我们哈，那。 哎，我就把这个得奖者的选择权交给 Y B，嗯，好吗好 <laughs>？Y B，那。 等下我们选一下啊，可以。但我们其实有两两边，就是你除了可以在我们这里选之外，嗯、<哼>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也要去到我的脸书专业，因为我们有 cross post，、嗯、所以这边的朋友也要照顾一下。嗯、<laughs> 好，可以。所以你就<对>呃选择你认为写的还不错的，然后基本上呃我们会跟这一些听众拿资料，然后我再给大疆出版社。可以。所以邀请所有的朋友呃，如果你收到我或者是收到 City Plus FM 小编的这个呃 PM 的话，你记得要 reply 哦，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你拿资料，然后要寄书给你。嗯、谢谢大家。 家那没有被选中的朋友，记得要去买这本书哈，可以去支持一下。现在各大书局或者是大江出版社的这个呃线上的书店，其实都买得到。所以谢谢 YB，谢谢有，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存货，请赶快帮我买一下，<laughs> 谢谢，<laughs> 谢谢大家，拜拜。Bye bye